蛮喜欢看蜡笔小新的。好，开始喽！三、二、一。你不用帮我的忙了，你去喂小白吃饭就好了，听到了没有？居然会有人用水去洗车子里面，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好了，小新，你去那边玩好不好？可是你刚刚叫我帮帮忙。有吗？我有说过吗？其实，小新，没有你帮忙，我也可以做得完的。爸爸，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好了，小新，那我们两个一起洗好了。你没有说拜托。拜托你，小新，就请你跟我一起洗车子吧。嘿嘿，交给我吧。最近歌手这么难当吗？所以我是等一下他爸爸的声音会在，还是说我全程就是只要念小白到小新的部分就好了？那他会放这个吗？不会。所以我要看他们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去想他们的语气。